怎么了？哦，你们看这条鱼怎么了？它自己在这里翻滚打滚呀、啊。对，幸亏来得早，如果它就是它没翻的时候，它一直是这个状态，就不一定能发现它。我拿起来给你们看看啊，这是一条多宝鱼。哎呀，不好拿呀。我的脸还大呀，哇去，这个头很沉啊，一个两三斤呀、啊、哎呀呵呵，嘿，哎，拿我的桶去，嘿嘿，我的天，哇塞，这一只八爪鱼给它逮了它，看看看，它在这里休息了好半天呢，嘿，拿不下来还，呦呦，嘿，看这一个很不错哈，不错不错，我喜欢这个。我桶漏啊，你们看这个鱼在我桶里很快就不活了，我找这个坑养着吧，给它放这个坑里，嘿，倒进去吧，谢谢，希望它能多活一会儿。我看这里有一些钉螺，你们看，看看看，这个钉螺辣炒一下可好吃了，可不错不错啊，来，有肉，有肉的，这个很好吃。来来来，看这里，哇塞，看那里还有，你看这里还有。哇，这么多，快点捡，这里快涨潮了，我得赶时间，快点捡。哎呀，这这么多呢，哎呀，今天晚上我都想好怎么吃了，辣炒一下。哎呀，回家看个小电视，追个剧，辣炒一下太爽了。哎，费劲了，这有点费劲。你们喜不喜欢吃这种螺呀？哎呦，太多了，这呀一时半会捡不完，我看那边还有的又不要了，咱捡够一盆就行了，留点时间去抓点大货。这是啥，海参吗？哎呦喂，差点看出海参了。哇塞哇塞，这也太过瘾了，特别期待回家吃这个，其他的我都不吃，先吃这个。平时很少买。哎呦，有大有小，颜色还不一样。这里水很干净，你看螺也特别干净。好多朋友私信我说，感觉我们这海水清澈。就这条件。可以啊，都有肉的，还有两个、嗯、哇，你看这个大长腿在这里自由自在的游来游去的，还不错哈，嘿嘿，搞笑的在这，他丝毫不知道危险已经来临。哎呀，我来了，哎，今天又有八爪鱼吃了，做个红烧八爪鱼，做个辣炒钉螺，哦，黄头鱼，我怎么看刚刚 一闪好像还有一条来着，你看到了没？在这在这在这，看到了看到了，在这里在这里，嗯，这些八爪鱼太多了，这呀看这里还有一个螺，顺手捡了吧，不捡不是那么回事啊，心里过意不去，多吃点为好，看这里好多石头，咱找个地方先捡一下。看我看到一小脑袋在这里，看到了没？真有意思，不用我翻石头了，嘿，出来吧，我还寻思翻石头找一找，这都不用翻就自己出来了，看我眼睛多好使，眼睛时好时坏，有时候看不到，有时候又看到了。放松点啊，你看这一条黑头鱼，哎呀，今天又有黑头鱼去了，放松里，我给它逮了它，哎呦呦呦呦，不让逮，你看你看你看，游的可欢快了，你以为你能跑得了吗？遇到了我肯定就跑不了了，看是个头，自从我戴上，哎呀，刚要说自从我戴上这个手套，我抓鱼技术就厉害了，哎呀，抓住它了，呵呵，收完，今天咱们抓两条鱼了，过来把这条鱼带走了，刚刚啊这里是安全的坑，现在已经找到水了。